然后以及咱的钢铁文字的创作的风景。以上睇清楚那缘分的距离，最终会被缘分推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呢？因为我们要公布我们的爱情。对，这首歌叫做《谈恋爱》，真爱，很开心哦。就是因为继我上一次来香港演唱会已经差不多快10年了，这应该是应该是第二首的广东歌，所以我觉得说要有新意，所以这一次呢，特地找来 Jenny， 谢谢你。喂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很开心。我们今天特地就是为了这首新歌来拍 MV，然后。Yes.这首歌的 MV 呢是说我们两个是闺蜜，然后我是准备要离婚了，然后他是准备要给我喜帖的，对，就是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除了把这个反差拍出来之外，也拍到另外一种感情出来，就是姐妹情，谈恋爱的姐妹之间的爱情，对，就是有时候会觉得，做闺蜜就是这样子，无论。生活各自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会替对方担心，会替对方觉得，觉得好开心啊。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会等你开心；你伤心的时候，我会比你更加伤心的。就算这个全世界没有人懂你，没有人站在你身边，I will。哇！